我一直都有信心的，吃好了饭才有力气好好干活。没有肚皮了，每样多来一点。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。我们也在试着做这件外卖盒饭，要保证在15分钟出餐，希望疫情早点过去。扫描支付宝，扫付款码。行。百货的区域基本上是今天全部复工了。我们会遵循政府的指导，做好卫生防护，为中国加油。好，旅客们，10:05的延程，快到这边来登记一下啊！10:05的延程。一人一排啊，不要坐在一起。每天都会有班线的增加，以及有更多的班次的开行。考虑到我们的个人出行轨迹，他就这个话特别高兴，心情特别高兴。一汽水为的汉。